打开盖子，立刻飘出炭烤鳗鱼的香气，鲜嫩肉质放入嘴里，一秒化开。在这炎热的天气，对日本人来说，吃上一碗鳗鱼饭，开胃消暑又补元气。每年夏天最炎热的时期，也被日本人称为是土用丑之日。通常落在7月19日到8月7日之间，今年就在7月24日。从江户时代流传的民俗，这一天就要吃鳗鱼饭，可以补充人体流失的水分和胶原蛋白，是夏天抗暑的好选择。也因此，各家饭店和日料餐厅在这段时间都会纷纷推出不同的优惠活动。日本的土用丑日鳗鱼饭习俗红到台湾，餐饮业者跟上响应，要来抢工商机。东森新闻生活中心综合报道。